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竹丰益喜来登大饭店。今天为你开箱的是它的喜来登套房哦。首先一进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玄关，玄关的墙面上呢有鞋柜跟 mini bar， 下方呢是冰箱。这是一间标准套房，所以我们有一间客位。通过玄关，我们就来到了客厅的区域。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组沙发，沙发的前方呢有茶几。再往内走，我们看到有一个柜子，墙面上呢有一台电视，电视的旁边呢就是餐厅的区域。餐厅的圆桌上面呢摆放有迎宾礼，有迎宾水果、迎宾饮料和饼干哦。这两盒海滨走走是我们要送给喜来登的同仁，希望喜来登的同仁在休假的时候都可以去天气宜人的海滨走走哦。差一个字就不是海滨走走咯。那我们再往内走，打开这扇门，我们就回来到了卧室的空间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办公区，再往内走呢就是休憩区。旁边的柜子上面呢有一台电视，电视的对面呢就是一张双人床。推开这扇门，我们就会来到了卫浴的空间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间厕所，配置有免治马桶。走出来有一个双洗手台设计的台面，台面上呢可以摆放很多个人的备品哦。再来呢，有一间淋浴间，配置有花洒跟莲蓬头，还有环保的沐浴备品。走出来呢，有一个浴缸。接着我们打开这扇门，就会来到一个很大的更衣间，墙面上呢有熨斗，下方呢有保险箱。这是一个行李的放置区，上方的柜子呢有两套浴袍，下方呢有两双拖鞋。再来打开这扇门，我们就会回到玄关咯。这就是我今天为你开箱的新竹丰益喜来登大饭店的喜来登套房，希望你会喜欢哦。拜拜。